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va， 又嚟到新一集嘅新货推介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嚟睇下今个礼拜有啲咩新货啦。我哋首先嚟讲下 Tamiya 先。首先系呢一款1:14 Scania 770S 8x4:4 拖车。Scania 770S 是2020年加入 Next Generation Scania 系列的最重型拖车头。它具备功率770马力的 V8 涡轮引擎，具有后轮双轴四轮驱动和前轮双轴四轮转向，忠实地重现了 S 系列，还包括了一个1:14的司机 figure， 拖车迷就不要错过了。之后就讲下 Team Associated，一样都是有两款的新车。第一架是和 Holligan 合作推出的1:14 Reflex 14L Honeytrack 四驱 RTR 平路车。Reflex 14L 底盘经过更新和改良，具有平路赛车的最新功能，配置密封前后齿轮差速器、大盖中心驱动轴的盘型底盘和可调节避震位置等等。喜欢平路车的师兄就可以考虑一下这架车了。而第二架就是1:14 Reflex 14B Gamma 四驱 RTR 越野车。它具有 Ready Power 无刷电变和摩打，以及高扭矩数码转向servo，可调节性的推杆 Caster Bloss 和后轮谷都令到这架越野车可以适应任何地形。而且还有三个密封差速器、铝制转向齿条和轻质铝制中心传动轴等等。以上的两架 Team Associated 新车都是 RTR 里开箱即玩，啱晒冇时间砌车的师兄。然后就讲下遥控模型品牌 JC Racing 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上架了。最近还翻了多款 Cursor Optima、 Tamiya Egress、 Astute 和 Hotshot 的 Wheelset，各种颜色任你揀，有兴趣的话就快点上我们网站度望下啦。咁今集嘅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喜欢呢条片嘅，记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咁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